寻日就是元宵佳节，不少人都同屋企人食汤圆庆团圆。黎姿呢日就喺 IG 度分享同三个女女一起整汤圆嘅相，见到佢充当烹饪老师，教女女要点样搓汤圆同埋包馅料。虽然朱子用贴纸遮住女女嘅样，但都睇得出佢哋好认真，包得有板有眼噶，仲包咗三碟咁多啊！朱子好谦虚咁话自己手艺业余，卖相都一般，不过食起嚟就充满甜蜜同埋快乐，好享受咁样平凡嘅周末生活。快乐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了。